想必你知道这里的规则。窥探他人的记忆，人类总会觉得有趣。你觉得自己会变成谁呢？我将在外部持续监控你的生命特征，面临危险时，请听从指示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启动变身了。试音，试音，静，你听得清吗？听得见，莫尼克拉，你最后分析出的坐标就是这里吗？根据查理留下的资料显示。 QSB 的线索就在极星总部不远处的行知谷林地，只有你离他最近。我知道，只是为什么会是这里？怎么会是这里？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静，你听得见吗？ 找到解决QSB的问题的答案吗？我不信任感觉，只信任逻辑。根据我获得的可靠资料，这里存在着这一问题的线索，也就存在着解决它的可能性。莫尼克拉，学术的本质是不是就是把一句简单的话说得更复杂？我只是为了让我说的定义更明确。哼，这可真是能帮上大忙。 就是在这片紫色的森林里，查理第一次教给了我赛车，也是第一次让我发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。他告诉我，我要发出光，才能成为星星。
时，不是说在四大车厂分立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彻底退隐了吗？没错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的资料都没有对他的记录，没有 DNA 记录，没有详细的生平，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。
到了在这里有相同的波段。可是所有的车厂得到的情报都是，都说查理那块 Q speed 是分裂出来的，但是我们经历了这么久的研究，你应该清楚 Q speed 是不可能被我们创造和分裂的。
查理在研究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他的存在，但却发现他带来的疑问远比答案多。On stream, I remember I cannot pass this. So I'm turning it off now. Okay. This is the reason Charlie was here for 3 months. 调查那块 Q Speed 的。查理，
前往星之谷领地。三个月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这不可能啊。莫尼克拉，你总喜欢急迫的下论断。我最早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他。见他一面，我似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
chapter 1 done. To be continued.